好，我是乐乐。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课程，它是针对我们的腰腹部的侧面，可以帮助我们消除所谓的救生圈。跟练部分每一个动作是做12次，那我们一起开始吧。Thank you.
上进入最后两个动作了，加油！左腿翘曲卷腹，仰卧于瑜伽垫上，手臂曲肘放在头部两侧，左腿脚踝放在右大腿前侧，腹肌发力起身，向左侧卷腹。左侧结束，我们来进行右侧练习。这个课程的跟练板已经结束了，然后我们就剩下拉伸环节。拉伸环节我选择了腹部拉伸和背部拉伸两个动作，每个动作可以做15到20秒。这个课程可以每周做2到3次，搭配其他的有氧课程或者跑步会更有效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课程的话，请给我点赞、收藏，然后评论。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喽。